不是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吗？都要做端正。哎呦，这人再假，破那破那就为什么？我带过一句话，破相。你用价值观杀出去哦。那他现在可以换上那件衣服吗？很认输。没有，没有，排水给杀出去了。上面很好看，下面不好看。不要笑。家长很大惊，会怎么会吗？当然会啊！哎呦，对，要死！这话只有你敢讲，因为今天本尊来到了现场。欢迎马龙大哥、廖慧英老师，欢迎两位。来，这是特别要警告一个人。哎呦，哎。如果想继续到我家烤肉的话，讲话要小心一点。不是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对，他很不要脸。哎，进来我说我故意板着脸孔，很恐怖。我说阿 Q， 昨天在那天在电视上讲什么话？然后就跪下跪了，整个跪下来，脚软。那老大哥板着脸就真的很像大哥。家里有自己的家规。因为平常那个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父母亲管我很严，就给他免了。啊，你刚才讲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但是我都听话，哎，结果我嘛起来，人家刚刚进我感觉讲不错啊，这个人拢会讲啊，平常讲爷爷，但平常看这次接了一个啥呢？歪歪头嘞，歪歪，坐要坐端正，哎呦，做人才正。咱咧吊衫，同款，我简单讲给你听，咱衫件啊，啊是穿啊衫短啊，吊衫，衫的时候你团体扣好，就是讲咱这脊椎啊，扣好，扣，你衫才袂撩去啊。啊，你同款，你咱这的肉是吊伫个骨的，你若歪去的时候，同款你会撩。哦，你看是这道理咯。撩去，会撩去，皱掉哦，皱掉，会撩去啊，啊撩去就会受伤啊，啊会稍歪过几段，啊你那口吊撩一撩，这些就很正经。啊你那只要正习惯啦，你看到我老爸在写字，一个较严肃，就这样呢。很帅啊！你在写字啊，袂我听那样子写。不要笑，尽量还是唔能照顾，唔能照顾，啊，现在只好食，对你身体有好。我跟你讲啦，我食个东西都可以啊，我喊你你辛苦点生病，不要开了，真汗的，啊，那么你有去廿零无？有，我唔捌，我上你捌廿零，你想做咩？我上都要廿零，你无廿零，因为他不会算。你看我无了呢，雅雅，雅雅在笑，他是怎样？雅雅在笑，笑什么？没有，就觉得聊开了，聊开了。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不可以这样弯，不可以这样弯什么？然后有一次他就真的认真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弯，然后他一弯他也咔咔咔，然后我就说你看是不是很舒服？然后他说好像有一点。你讲我当暖海都不带劲，我为爱人嗨。小心啊！你为什么要买这样子的裤子？他说我跟你讲，你穿的不是裤子，你穿的是贫穷。哦。你我跟你讲哦，而且你爸爸讲的是对的，但是你这想干嘛？你只要衫啦破都唔能穿啊，裤啦破唔能穿，为什么？我带过一句话，破相。好事，破相对你的稳定不能的运势不会好的。障眼法有两招，第一招是你穿外套，你穿衣服破在里面，你外面就带一件外套，然后就这样不要让他看到去了。然后第二招是挑他喜欢的颜色，然后要破的好看。像他喜欢红色，我就会故意穿红色，可是破的毛衣或什么的，他就没有发现什么。才知道，我说的类似是像这种。你用价值观杀出去哦！哎呦，那他现在可以换上那件衣服吗？很认输，你用他淘淘清出去哦。那我请你帮我爸爸逛完。哦，好了，歌曲准备好。好，我们要欢迎换装完成的雅雅。哎。哦。哇。痴狂枉少年啊，人不透明枉少年啊，真的。怎么样，马大哥？哎呀，透明。我问你一句话。哎呦，来去。你请来，你妈妈怎样？你唔知？
你们知哈？因为我那从前我那那唔敬，弄你妈没有关系嘛，怎么样？你妈也嘎嘎了，你看你妈妈也不晓得。所以我都偷偷穿出去啊。对，你请来的是几多位？是几多位？你同学家里吗？有个朋友出去耍啊。啊，你同学家有到同学家里吗？同学家里哦，好像没有去跳舞，没有跳舞。Luxy 最后一天，我见笑戏无恙。你想去同学家里，人家跟我妈说你儿子这样的，用羞啊！那个真的很不顺眼，对他的看起来不顺眼，一直用侧眼。我刚出来的时候好心虚。对，你够好胆的，你大姐不干，你拢干来你干啊！你同学中间那两同学敢不讲你？啊，阿 Q 你不讲你？阿 Q 你都不知道，不来吧？阿 Q， 我就说你，哎，你同意他穿这样吗？不同意，真的不同意。你少来，你什么时候讲过我了？穿这样去上学吗？好像你老实讲哦，佩君老实讲，我要说有还是没有？没有了，没有。没有吗？佩君，佩君，出去了，佩君，出动讲啊！哎，你出去了，你连下个不进来。没有，你为什么逼到这边来？你回去坐嘞！哎，麻辣哥回来回来。没有别我，没有，他去学校不会，出去玩的时候会。出去玩，出去玩。到烤肉。哦耶！烤你的肉，烤你的脚，烤你的肉。哇！因为我坐着，我坐着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阿 Q 直接在看呢。因为咱讲真实，头毛老长啊，这不要紧。像咱即马国小啦吼，还是伊个国中啦，拢咧禁光咧滑进，我很讨厌。我顶下嘛甲老师讲，诶，这头毛会自然嘛，自然才水啊。啊，是啦，卖腻都一样，不能染。哎，啊，你有自然长老要紧嘞，长得好看、啊，对不？卖讲长就就未看到清朝老个遐长。对不？那这样可以啊，小个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啊。有的小子特别好看，就阮因团呀，拜一拜。嗯，我等下我坐起再看，我错者，我当作坐飞机等来。想到啊，你都坐金黄色，比你高啊。哦，比那都还要金。金咩？对，讲你那边腻的淡薄啊，还有稍微飘然还可以。嗯，啊，我去说说下，用爸。我开2000多块呢，我管你几千块，你就是家水，就无你买回来。哇！哎，你买是搞我点么事？我赶出去，我赶赶出去啊！马大哥，他不是雅雅啦，他管不动雅雅。雅雅好像也是染的，染的蛮。雅雅也有染。找你两个毛巾呐！啊？找你两个毛巾。对对对。刚才讲怪的，我有绿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，怪怪的哦，心仪这种的。那才就定了一个我的黄金，然后那你通常你去开的，但是有来有去想个黄金啊，稍微一点点就可以嘛。爸爸又觉得我太就是这个颜色还算太红了，太红了。他这两天一直在变，对吧？可是你不是喜欢红色吗，马大哥？红色也不行啊，头发哪有？台湾人哪有红？头发是红色的，一点点没有关系。不然一点红色的，不行，真的。你们昂呀，紫红、酒红、酒红、紫红，一点点的我快腻，一点点的我快腻，你的文化都有腻，而且今天可不可以就请马大哥，让我们同学一个机会，就让他们也来批评一下家长的穿着。有影，咱讲真心的，像我咧骂阮查某囝，你可以家己讲，我袂骂甲伤过分。对，马大哥眼睛要闭上哦。啊，马大哥，看一下，对，因为没在狂啊，没在逃狂哦。我可以看了哈，我狂起来，我这没有什么杀伤力。可以，反正讲给马大哥的，他讲的，嗯，阿 Q 啦，阿 Q 快了，你都算他的，要小心哦。阿 Q 唔敢动，马大哥眼睛请闭起来，闭起来哦。大哥你好，我觉得您的上上衣很好看，但是好像稍微过时了。然后还有，请问你是不是你那个时代的人？男生都喜欢穿。穿衫有一个人红气，卖去想去过分多，这嘛是咱祖先所传落来的。嗯，我你眼睛就在看他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就在看阿 Q 讲啊。我讲，哎，马大哥，你眼睛看哪里啊？是不是你讲的？代表啊，不是的。阿 Q 呢？哦，就是因为我，哎，变音。不是说不是你拿的吗？
为什么自己露馅儿？还在变音。不理的。还是你讲这段要叫马龙大哥不理解。不要不要不要。